相即佛刹，啊，相即如来，用的是妙相，戒引大众，成就大众。哎，这个事情好啊，极乐世界也有。啊，肯定发展八字解读人生，风水改变命运。大家好，居士从业风水26年，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。针对八字测算、风水布局、命理分析、事业财运、手相面相、感情婚姻有独到专研见解。如果你的财运不佳、情感不顺、诸事烦心，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-82135。一一帮你调节化解，记住微信266-82135。尘劳垢习，这就是烦恼习气。啊，闻这个宝香啊，自然不起。啊，极乐万物，皆以宝香合成，无量的宝相啊！啊，十方刹土里面的好相啊，极乐世界通通具足啊！啊，七相普熏十方世界，皆显四时无碍的法界。极乐世界有佛光，有宝相，佛光遍照，宝相普熏。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人见过光？有没有人闻过香？有啊，而且很多啊。啊，特别是初学，初学佛的人，心很清净，很真诚。所以中国古德有说啊，学佛一年，佛在眼前，啊，那种真诚心，啊，欢喜心；学佛2年呢，佛在天边；学佛3年呢，佛就化成原因了，就学佛就学成老油条了。这真的不是假的，啊，是初发心很了不起啊。哪一个人要把初发心永远保持，他一定成功。啊，时间久了，你学皮了，不把它当这回事情了。啊，甚至于还有很多，学佛久了就利用佛教，啊，去欺骗那个初学的信徒。这是有罪过的，这罪过很重啊！啊，但是这种人不少啊，我们在佛门这么多年都见过啊。啊，初学佛的人何以见光闻性闻到宝相啊？机会多，就是他心地虔诚。印光大师说，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。啊，香也是随着我们众生的根性，我们自己的福报智慧，啊，闻那个香不一样。
一般呢，我遇到很多，闻到的香味是檀香味，但是比我们一般檀香味要浓，就是真的很好的檀香，初学的时候真有啊，我自己也遇到过。以后这个情形就很少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佛菩萨的慈悲，给你有这种感应，增长你的信心。你真相信，真有，真相信。不是常常叫你遇到，偶尔叫你遇到。让你升起稀有感应的心，给你做证明。大众在一起有同闻道的。我有一次最明显的，是住在美国达拉斯。差不多是25年前，我们在一个居士家里，晚上月光非常好，他的院子很大，院子里面有个平台，我们在平台上喝茶，谈佛法，忽然有一阵。像风吹的香气，带的香气。我们有5、6个人，每个人都闻到，香气很浓。大概有5分钟，就时间很长。我们好几天都谈这个事情，这香从哪里来的？自己家里。没烧香，跟我们烧的香味道不一样。我们这邻居是外国人，也没有烧香的，从哪来？我在普里跟禅云法师，那个时候还没出家，在茅棚里做义工。初学佛了，常常问道，不是我们自己烧的香。我把这个事情告诉禅云法师，他经验比我丰富，他告诉我，这多半是天人。我们今天看到此地讲的，忉利天。夜摩天、斗率天、化乐天，这些天人，天人从这边经过，看到你在这里诵经、念佛、拜佛，他很欢喜，他在这里停一下，停一下，他身上的香气，他立刻就走了，走了这个香气就没有了。他告诉我，多半是这种情形，就这个情形最多。佛菩萨感应的，那像是异象，那不是普通的象。你从来没有闻过这种香气，这种香味。有不是没有。这个都是佛菩萨给你加持。让你产生信心，断疑生信，见到佛光也如是，让你以前半信半疑的心坚定了，不再疑惑了。我们对佛法
有99%相信，还有一分怀疑，那还不行。啊，这一分怀疑就是障碍。啊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佛菩萨一定会照顾你，会有感应，让你完全断疑生信。啊，佛菩萨慈悲呀！啊，所以见光闻香啊，我们都有机会，甚至自己本人都有这个经验。啊，同学们有很多人有经验的，啊，证明极乐世界佛光普照，啊，宝香普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